咁啊，翻到嚟屋企咧，嗰個仇恨心就好深。嗯，因為呢種咧，我哋原來冇打算去參軍噶。嗯，香港人啊，一般人都唔喜歡參軍嘅。嗯，香港人都係準備呢個做生意嘅啫，係打工啊，都唔會參軍噶。香港就冇呢個習慣嘅。但係我哋點解會咁參軍啊？一個仇恨心好深好深，幾睇都同你拼。不是我們厲害啊，我們不是厲害啊，逼都沒有，逼負責哪裡有壓，逼哪裡就有反抗，就是這個道理。